你能不能让我按我自己的安排来呀？我自己会把它安排好的，但是你能不能让我按我自己的安排来呀？我真的好烦，我有时候，我不知道干啥，我就是想干点什么都不行，老是不那啥，我都自己算好了，周二是有时间的呀，所以我就会去啊。你让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我不想做的时候，你非逼着我去做，为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我会自己把它安排好的，但是让他按照我的计划来，行不行？因为毕竟这个事情是要我去做，而不是你去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你说的那么容易的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像你说的那么容易的。你现在让我干嘛？我要是拒绝你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或者说我不按你的意愿来做，你会不会难过？我那么考虑你，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？好离谱呀！让事情按我的计划来。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要我一个人做的，你懂不？可以就是在我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支持我一下不？就不管是干嘛，只要我决定做了，你可以支持我一下不？你可以不要去反驳我，你去支持我一下不？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一直支配我行不？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事情按我的计划来，就是干什么都没办法干，而且我又很。真的很，我又是一个偏偏我偏偏又太喜欢考虑别人感受。我很多时候我把我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去考虑，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先想，我先想的都是你们不开心了，你们要是不开心了，你们会不会不开心或者怎么样？你们有考虑过我开心不开心不？就搁那一个劲儿支配是吧？我打个大牌都不让打了。你懂这个感受吗？那你怎么不跟我玩游戏王继涛啊？打你语音你还挂我语音，你是人吗？你怎么能直接挂我语音呢？谢谢王继涛的三个荣耀王冠，谢谢王继涛三个荣耀王冠。你打游戏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哎，这是王继涛发的弹幕不？还是别的弹幕啊？我打游戏的时候，我给你打语音，你要是接了，团战出事了怎么办？就离谱。我跟你说，也就我打游戏，我能理解你啊。确实，你要是搁那打团就算了，你要是在那里打团。你要是在那里打团，我跟你打语音，你不接倒是我能理解你，但是也只是因为我打乱撸，我能理解你，你知道不？你以后你有了女朋友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你女朋友说这种话。假如说以后啊，我能理解你，但是这句话如果是个正常的，假如说以后你女朋友给你打语音，你要记得不能这样说，她会直接当场爆炸跟你分手。太直了，王继超。我这就是给你提个醒，给你提个醒。但是我非常能理解，他不接，他在打团呢，可以。我有时候觉得累，你知道不？可累了，有时候我都。累得要死。就是我就是想拿一把单排，你知道不？我这个点我就是想拿一把单排，你知道不？我想打完一把单排，让我自己拿一捆单排，不管是输是赢，我自己打一打，玩一玩，然后我开开心心的下播，然后我开开心心的下播睡觉，然后我明天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，然后就不让我打，就是弹幕就不让我打。这把都根本都没有再好好打这一把。我不哭，你们走吧，我不哭，可以退出直播间了。我不哭，你们就是看我哭的，那些想看我哭的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啦。
我可能平复一下，我会自己稍微平复一下，平复完了之后我会跟他们聊聊天，磨叽半天到底不哭不哭，不哭你滚，现在就滚，我不哭你走。怎么王继超也不说人话呀？王继超为啥你也在这不说人话？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多难受不？你也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受，你搁这不说人话，搁这里还要故意那啥。你来歪歪，咱俩聊一聊，你也哭一下，说不定我听你哭完之后，我就开心了，我就能聊起来了。我现在一个人很难受，然后我又不想哭，我又硬撑着，我又不想哭。你来我歪歪吧，我找不到你歪歪。喂，你笑什么？你为什么一来笑得这么开心啊？你快没有讲一讲。我没有笑，我刚刚在哭啊。是吗？来哭不？嗯。为啥？我好想讲一讲，但是我讲不出来，你知道不？心里这种感觉讲不出来。怎么讲感觉？你讲一下呀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，我讲不出来。是不是你很想冲锋，然后你很想自己能活一口气，但是观众不允许，觉得你不行。他们，我是觉得咋说呢？我是觉得，哎，不知道，我现在很乱，现在有点乱。说实话。嗯，虽然你以前挺菜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了。进步了很多。对你比之前强多了。我上次跟你玩啊，我第一次跟你玩，我是真的知道你有多菜了。但是上次跟你玩，我觉得你比之前强了很多很多了。你真的比之前强很多了，强很多很多，不是很多啊，是很多很多。嗯，会，你会不会就是看到弹幕一些说你的，你会不会难过？很多说你，我也会很难过哎。那你难过你会哭不？我不会哭，我会自闭。我说实话，你比我好多了。我难过的时候，我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你还能一直说话。我难受的时候，我也不说话，你看我刚才都不说话了。也就说不出来。我为啥难受的时候还要说话？难受的时候我还在说话，我就是在那想，如果我要是一直不说话，我怕大家以为我猝死了，会担心我。所以我就会出点声音，就是逼着自己去说话，就是逼着自己去开口说话。可以。什么很那个？你不觉得这样很？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弹幕，你刚跟我说的，我只听进去了一半。对不起，郭小果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已经忘了我刚才说的啥了，我忘记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忘记我刚才说的啥了，不好意思。可以。回头把我的背包里的礼物送给你，好不？你背包有多少啊？我背包挺多的。我背包，我看看，我现在看不了。挺多的是吧？挺多的。哟西。我周一送你，好吧？咱俩互换背包，好不？今天周一睡下来。你给我看一下你的背包啊！我背包挺多的，我怕我亏了。我可以抽，我还可以抽呢。哎呀，不是聊这个的，王继超，你俩搁这跟我聊聊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要我总会因为那么一两个弹幕，然后直接就会自闭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？你懂不？我跟你说，如何解决因为一两个弹幕而自闭的问题？
如何解决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无视，你要把他当个死人，你知道吗？要把他当个死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毛病我就犯过了一千次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因为我别人对吧？有一百个人夸我，把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人夸我帅，但是就是有一个小逼崽子，他就要说我丑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丑了。你不能去屌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去屌他的，我就是这样一直屌，然后我就自闭了，我就自闭了。对，咱们就不应该就是。那么多好的弹幕就会过滤掉，对，你要过滤。我之前就不知道过滤，但是我现在也不会过滤，说实话你也不会啊。你到时候还是会看见的。说话是说的挺好听的，你到时候别人喷你又这样，过滤不了。对，你过滤不了的，说是这样说的，我也过滤不了，说实话到现在我也过滤不了。要不以后大家想喷我出王志超直播间喷我行不？然后如果大家想喷王志超来我直播间喷王志超，就是那你要被喷死。哦，我操，你说什么？就是想要喷我的去你直播间喷，想要喷你的来我直播间喷。这样的话，我看到他们喷你，或者你看到他们喷我，可能你还会开心呢。果果，你刚刚在吃自己的鼻涕是不是？在吸自己的鼻涕？没有啊。谢谢同桌的办卡，谢谢。怎么能够把那些弹幕过滤掉啊？我过滤不掉，怎么办？我太废物了。我是一个过滤不掉的废物，哎，我好烦呀！没有，我不是废物，我很厉害的。你可以，我你想说啥？你那个背包打开让我看一下。我的背包登录不上。我跟你说，我背包冰雪魔杖、心动火箭两个头盔、上神铠甲、摩天轮。你是不是在我直播间抽的吗？在我直播间抽了14个荣耀王冠，抽了好多，八个心动飞机啊！我明天二周年。你明天二周年，你不是休息吗？你我不是，我是睡醒之后明天。我二周年不休息啊，我16号是二周年，是明天啊。我今天睡醒了不还在今天吗？今天睡醒了还在今天。对呀，可以。你是不是哎呀，你赶在我二周年之前去抽这么多背包，我你想多了，好感动呀。你在说啥？我说实话，我好感动。就今天，对，反正就是王继超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好好的活着。嗯，牛逼。因为你活着真的是给人带来很多力量，就是你能每天开开心心打游戏，就是能够给人带来很多，就是力量啊啥呀。我就反正我对你的祝福就是希望你可以活得，可以祝你长命百岁。我也希望你能活久点。我你希望我活久一点，我肯定也要好活久一点呢。就是你懂不懂什么？虽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，但是我们不能被打倒，你知道不？虽然可能困难很多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被打倒哦。就是，而且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或者说一些乱七八糟的恶心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东西里好好活着。懂吗？嗯，我知道。真的是就蛮好。然后我觉得我
你会，哎，我就想说，我想说，说出来我又，你说。我想说，就是我希望，希望大家可以为了我们两个能活久一点，支持我们。我们当就是就真的喜欢看直播的，尤其是真的喜欢看我直播的。你如果想让我活久一点，真的是要支持我。你要是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整天看那些恶心人的弹幕，你活不久的。我跟你说，对，我就是想说这个，我感觉活不久。你要活不久的。我跟你说，真我是就这看样，多了，我就活不久，真我就觉得我要死了。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就是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说，老是看到那些不好的弹幕，我觉得会短命，会不人都没办法长寿。没事，明天该喷还是得喷，一样的。我每次都是在安慰自己了，我不能去看那些弹幕，我要好好打好。然后我明天，我操！你哎，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弹幕会喷你什么呀？你能给我讲讲不？没事，别怕，现在直播间都是自己人。你是真的菜，只会玩泽拉斯，只会玩冰雨啊！等一下，没了泽拉斯，没了冰雨，没了永恩，没了瑞兹，没了卡萨迪，没了杰斯，没了这个吸血鬼，没了蚂蚱，你还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还会玩什么英雄？你也就会这么几个英雄。但是你的泽拉斯就是第一泽拉斯呀，你下次你能这样怼他不？就弹幕如果再说，你就说，但是我的泽拉斯是国服第一泽拉斯啊，有本事可以。你也玩一个英雄，然后完成国服第一啊，有本事你也拿一个英雄打上国服第一，你再来逼逼我。你没了泽拉斯，没了蚂蚱，没了杰斯、永恩，没了冰雨，你撞死你都打不过。你知道他们喷我都怎么喷不？我知道，我一猜我就猜得出来他们会怎么喷你，说实话。他们说别打排位害人了。就是我打就是害人。我好想笑啊。我猜的时候也这样的。我就是不能打游戏，我打就是害人。我平时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但是他们说我天天都在害人。明明我什么事坏事都没有做，哎，我跟你他们说，说我天天都在害人，是不是很好笑？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啊，你只要打，你就会总有那么一几把恶心人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只要打，那这个。不管是任何人也一样，职业选手也一样，总会有那么几把菜的一匹操作出问题，然后贼恶心的。给我整得好内疚哦，好自闭。就是他们说多了，我真的觉得我打游戏好像就是害人一样。哎呀，给我整得好内疚。你笑什么？不行。没有。小王同学。我问题是果效果把把恶心，没有，你看他们，我虽然打得太，但是我打得很认真呀。
你别笑，你他妈别笑了。啊，你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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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。你得这样想，虽然我打的太，但是我很认真。我受不了你哭的，你一哭我就对，你别哭。我跟你说，你的感觉我很懂，只是我们两个分段不同，你知道吧？嗯，你打的是黄金，我打的是黄子，我经常也很菜的。我经常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状态好的时候很强啊，但是我状态差的时候跟你差不多的。好，不，跟你菜，我状态差的时候跟你状态差的时候差不多的，知道吧？我没听懂，你再说一遍。就是我状态，我吸的时候我贼吸，但是我菜的时候跟你菜的时候也差不多的。嗯，就是你菜的时候也很菜。呵呵，呵呵，你最高几连跪啊？四八。你真的猜？我十七连跪，我刚想说，我都能十七连跪，对吧？如果你是个十四十五连跪，我说王继超都能十七连跪，对吧？你他妈十八连跪。我想帮你这个什么说一下的，这个你想安慰我，我知道。对，我想安慰一下你，你怎么比我还菜？你真的十八连跪，我这十七连跪，真的是。没关系，我心里一凛了。你知道今天彤彤给我打辅助不？下都炸了是不是？我是没看见，我没看。炸的，他给我打辅助，他炸了，我们下路炸了，我好内疚。炸得怎么样了？很炸，就是炸到队友在那里说对面可能是加温，可能也确实是加温，可能也确实是加温。哎，但是加不加温不讨论这个，反正就是炸了，打不过，我就很。我跟你说，你当时给我打电话，我看到了，但是我来不了，我差两把就大师了。我当时就差两把就大师了，然后我再打团，到时候那把我玩的很菜，我很神勇。无所谓，你知道不？你来不来无所谓。我当时团团让我喊人，我就是第一反应我就想喊你一起玩嘛。然后但是跟你来不来无所谓，因为我想自己飞，你懂不？我想自己打的厉害，然后飞。嗯，你现在打个白金四啊，这些可能没问题啊。黄金一这个白金一都已经半只脚踏入钻石了，你想打包，你想 carry 起飞？我跟你说钻，我跟你说白金一要比钻四的要厉害的，你知道不？一区是吧？你们打的是不是一区啊？电一啊？对呀、啊。电一五黑车队、啊，我说电一白金一要比钻石厉害的，钻石很多人他上去他不打的，他妈在那别人带电把他打上去，然后他就不打的那种，钻石那种很怂，你知道吧？很怂。你今天是不是去打 PK 了？你打为什么突然要打 PK 啊？我没有打 PK。你不是跟米娜连麦了吗？他就连了下麦呀、啊。是他主动连你不？嗯。为啥？就是突然要连你、啊、他 PK 输了要找我表白，就是他惩罚吗？好像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是啊，十叶他跟十叶 PK 对，然后你就哦，就是他 PK 输了要找你表白，然后他就连你，然后你就接了。嗯，那你当时不是在打团吗？我当时游戏秒了呀，但是队友秒了。哦，就是已经秒了然后你就接了啊。不是，我是在那个，我因为我没打过 PK， 我比较想了解 PK 怎么打，我以为你是在打 PK 呢，所以你就是单纯也没有跟他打 PK， 就是接触了一个表白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好像是啊，好像是，嗯。我以为打 PK， 我如果是 PK 的话，我想问一下是那个啥，是怎么打 PK？ 你会打 PK 吗？我不会打 PK。我也不会，说实话。什么时候我们 P 一下啊？要不就过两天 PK 一下。
打下 PK。啊，再说吧，再说吧。可再说吧。PK 要露脸的呀，你别开美颜啊。露啊，嗯。我别开美颜，别开滤镜。我凭啥？你有毛病是吧？不化妆，不开美颜，不开滤镜，你有病是吧？凭啥？我当然要好给大家看好看的地方。不是你有毛病吗？你啊，你去，你下次你找，呀，你去找那些露脸主播 PK， 你说你别化妆，你就素颜，你眉毛都别画，你就直接眉毛也别画，眉毛剃了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？有病似的。我们要成熟一点。王继超，我是一个93二级的主播了，我都已经93二级了，我等级没什么用，等级有什么用？等级播的久啊，播的久呀，我得成熟一点，你懂不？不能要像一个成熟的，说话多次都要像一个成熟的主播了，不能了这样。你妈你妹的，你成熟天天在这哭你。我对不起，我刚刚碰人了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老是哭啊？我不知道。可能是喜欢吃鼻涕。鼻涕是什么味道的呀？你吃啊，我寄一点给你。我可以寄。算了，你有病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鼻涕是什么味道的吗？我可以寄一点给你。我直接寄点给你，装在杯子里，然后寄给你。反正，我操，我吐了。你先说的。我操！我操！坏了。怎么了？好恶心。那、哎、要恶心也是你自己先恶心的，你自己先说的，先恶心的。王继超。干嘛？挺好的，你好幼稚，我觉得我挺幼稚的，但是你也挺幼稚的，还挺好，有人跟我还挺好的。你尿长命百岁，你知道不？反正就是挺好的。我每次觉得我自己很幼稚的时候，我就想想你，我就好受一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在更新，我刚才在输那个 Steam 的那个什么东西。我没说话，我没说什么。你刚说什么？我说祝你长生不老，祝你长生不老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们吃半个小时的鸡。我啊，你带我吃鸡了，我给你火箭。你没带我吃鸡，你给。三号，吃鸡送火箭，快！算了，待会说我坑你钱。三号，没事，三号，我今天一定来带你吃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带你吃鸡。三号，快点！双排，带你吃鸡，快！对啊，离更新还差30秒啊。没事，等你，那再聊30秒。哎，你下个游戏不？我突然想到有个新的游戏，你想不想玩？什么游戏？Steam 上的游戏，名字叫《逃出升天》。我下好那个游戏之后，那个游戏很好玩的，是一个双人合作。我跟你说，我你要充分，我这两天都要充分，对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充，你就是。充半天，啊，算了，不，全天。啊，你去充去吧，我找别人玩。
我是有梦想的。快刺激了，给我送火箭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你自己说的。我操！你调双排，调双排，调双排。我早知道我不该给你开骑士的，我不该把那几个送我的，这样我血亏着呢。什么光明顶啊？哎呀，那种荒郊野岭不想去。那就 L 杠吧 ，L 杠肯定有人。好，我就怕待会我开绿了你。如果是我开绿了你，然后吃鸡，这火箭能不能算了？不可能，别想了。就是说我杀的人数是你的两倍的情况下，可以。如果你杀的人数是我的两倍的情况下吃鸡了，我反手送你一个火箭，可以不？我反手送你一个。OK。可以吧？那你不是，那你怕是不知道。正常刺激你送我，如果你人数超过我两个，然后刺激你，我送你火箭。那你怕是不知道我的实力，我今天就要告诉一下你了啊！这下就完全没完蛋了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看到我身上的没有？你有衣服了？你在哪找的衣服？你为什么有衣服了？看到我身上的 M416没有？看到了，我去找一个。我知道你不会给我的，我去找一个。帅不帅？算啊，可以，我就给你看一下，你也知道，心知肚明，可以。我知道你就是给我抽烟，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衣服啊？你这衣服是谁送的？谁送你的？我买的呀，我充钱啊。你不可能是自己买的，你这么抠，你不可能自己买，肯定是别人送的。我之前充了1000块，我在商城买的。你打吃鸡充了1000块，1000人民币吗？还是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是1000还是多少，还是几百的，反正就是那个一次性充的最多的那一个。选的是行呀，你现在居然这么有钱了，这么的大气。我不抠了。你对啊，我其实我很少抠的，别人都觉得我抠，其实我不抠的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如果有人，我直接切座位扫都比你这样扫的快，你信不？我想笑。我直接切座位开枪扫，我都比你这样打的，我都这样把你比你打的快，你还想抢？虽然我们英雄联盟之间的差距很大，但是吃鸡的差距真的不大，知道不？我刚才，哎，咱们比伤害吧，王超，我觉得有可能咱俩一个人头都杀不了。如果没一个人头，假如说， no. 我跟你说，假如说有第三种情况， no. 就是说，你听我说完嘛，假如说。咱们两个都没杀人，那就比伤害，谁的伤害就是一个伤害，怎么可能一于刺？我们吃鸡怎么可能？我们吃鸡怎么可能不杀人呢？玩一下，一个伤害一于刺，玩不玩？不如果我比你，假如我比你高100伤害，那就是一个飞机；我比你高500伤害，那就是一个火箭。你刚刚都给那个人投来了几下，我没打中，我没打中那个人的头，我开玩笑骗你的。我都看到那个绿光了，那个血。我没，那是别人打的，我自己没打中。不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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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脸上有人。我们能进圈不？我能打。可以。我瞄这个人瞄了很久，瞄这个人瞄了一年。能跑出去吧？我感觉我要死了！快快快快快！我们走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我们走！我死了！快快！不会不会！我不想死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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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这里来这里！别杀他们！别杀他们啊！来这里打呀！杀！快快快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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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咱俩可能要别玩上去了吧？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！哇，我被打下来了！包你去死吧！我救不了你，这种情况下我真救不了。我知道这种情况下我救不了你了，国家馆。他直接从我白车上跑下来了！我不应该开这个车的，咱俩摸进去还能摸？为什么要开这个车啊？哦，一枪可以。我们走吧，我跑了。你让他打血，他打血，趁他打血的时候我跑吧。你激怒他了，王吉超，这个人他接下来会非常生气，并且卡死你。我跑了，我还屌他，我。要跑不要停，跑到那个树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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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。OK OK。
打药打药。富贵险中求啊！哎，好恶心啊，真的。可以可以，没办法了，被夹了。你是被房车的人卡住了，你知道不？这个不怪你，这怪圈儿。圈的问题，这圈要是稍微刷的好一点、你冷静。我呢死得非常冤，我死于被开车被扫下来，你懂不？我更冤。下播下播下播，我下次带你吃鸡啊，王继超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哎，你没带我吃鸡，哎，乖乖乖乖，你没带我吃鸡两个飞机呀、乖乖。下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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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直接溜了，我直接溜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兄弟们拜拜，不打了，晚安晚安。下次我跟你说，我欠王超这一只鸡，我下次一定带他吃回来。今天太晚了，没状态了。下次我已经溜了，我已经拖娃娃里溜了。王继超这只鸡，下次我肯定能带他吃的。今天太晚了。拜拜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比目鱼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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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